你怎会在此？奴婢捉了些萤火虫过来，准备拿给大人看的，但有人突然进来，奴婢一害怕就躲了起来，不知道是大人。每一个房间的公子细搜。王太子，何事紧张？ 守卫发现有一黑衣人闯入王宫，朝这边来，萧先生躲在附近。段兄弟不用担心，让我们进去搜找就好。啊，我一直在寝室休息，没有发现任何异样，我相信应该不会在这边。既然段兄弟已经睡下了，想必有人闯入也未必察觉。以策安全，走。太子殿下，我……什么人？我已说过没有黑衣人，太子刚才就是不信。不好意思啊，段兄弟，春宵苦短，打扰了。到其他房间去搜。 立即，谢谢你。大人什么都不用说，不管各种情由是何，奴婢不想知道。奴婢只相信段大哥的为人，无论何事，立即必会尽力相助。大人安全，奴婢就安心了。 你为何要推掉陈喜的宴会？我不早跟你说过了。思和没回复君侯吗？还是他没向你说清楚？很清楚，你另有约会吗？你日日都有雅兴，不是赋诗句，就是去书籍。唯独我的好友宴会，却请不动你。你生气，是要我不好过。可这扫的不只是我的面子，也是你公主的颜面。这陈喜。 好歹也是你皇叔淮南王的亲信，你三番四次推辞，不怕人家说你目中无人、礼教全无吗？你是谁呀？我为什么要你不好过？淮南王被我弟弟困在封地，我已经同他少有来往，更何况是他的属下。至于我，真有劳汝阴侯操心了，连与人有染、擅夺朝政。 这种坏名声都能够担上了，我又何妨再多耽搁目中无人、礼教全无的名声？今日宴会说好携卷出席，人人皆是出双入对，我形单影只，遭人讪笑是小，但是你与夫君不和，却将会传遍四境。 你又何必说得如此严重呢？不就只是话不投机？你那些狐朋狗友与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又何必逢场作戏呢？那你今日与什么志同道合的人有约啊？不就是你，千辛万苦为我儿子找来的那个好老师桑一吗？他可是德高望重的能士，与他晚宴，与有荣焉。 我当然要推掉一些无聊的宴会。好，既然你视我为无物，我也不必再为你收敛了。若以后公主见到肤若白玉、明眸皓齿的俏佳人，在我的马车上，或者床榻上，也就不必惊讶。你这无耻之徒！既然道不同，以后你找你的文人雅士。 我会我的狐朋狗友，你我各不相干。哼！出发，出发！这些日子。
之言，我每日默念，此仇此恨，我不敢要丝毫淡忘。如今安插在皇帝身边的那个王爷就要生了，我的大计离成功更近了一步。尤丽，妹妹，尤丽，尤丽，尤丽啊，就快好了，尤丽啊，尤丽。主父，你若在天有灵，就保佑那王爷诞个男婴，给皇宫来个天翻地覆，让卫子夫永无宁日。都别离了，谢陛下。陛下，皇子很乖巧，都不哭闹呢。参见陛下，参见。免礼了，免礼了。你现在啊，就该好好的调理身子，后宫的姐妹们都为你高兴，托我来祝福呢。谢谢皇后与宫中的各位姐姐。你现在啊，已为人母，就更要贤德律己，与后宫众人互敬互重，和乐共处，为儿子做榜样。奴婢谨遵皇后教诲。皇后，哈哈，你也过来抱抱朕的孩子。皇子龙眉凤眼，很像陛下。朕倒觉得他像巨儿。你说该起个什么名字？陛下觉得呢？就取鸿门的鸿字如何？鸿达者，聪慧博学；鸿门者，黄门也。这皇家之子定是学富五车的渊博贤达。陛下，王姬为我大汉再添子嗣，是否应该正其名位，以赏其功，赐新殿字，以便王姬养育皇子。传朕旨意，封王姬为王夫人，赐居凤凰殿，王桑照顾有功，赏百金。谢陛下，谢皇后。好，皇室再添子嗣，普天同庆，筹备盛宴，朕要大肆庆祝，节彩一月，擂鼓报喜。今日十五，大日已至，八方神仙与我神力，四方天兵前来相助。捉刘安，攻陷长安，顺天意，行大道，取代刘彻，登为新皇。即使天兵神仙，也不会助大王逆天而行。你怎么进来的？怎会知我密室？久居淮南王宫，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兵一马，有什么我不知道？哼！以往每日午时，总难寻大王踪影，只要稍微注意，不难探知你在这里装神弄鬼、做法求仙，做你的春秋大梦。原来你真的是刘彻的奸细。什么奸细？我是名正言顺由皇上派来平乱除奸的特使。呸！你凭什么？就凭大汉皇帝的圣旨。皇上有旨，淮南王因劫宾客，抚寻百姓为叛逆事，即刻捉拿，押回长安，依法论处。荒唐！这是我淮南将军刘彻的圣旨，在这里算什么？来人，给我抓住这个奸诈细作！抓他呀！抓呀！
将我的人都买通了，你们这帮叛逆之徒。他们并非叛逆，只是顺天而行，不想与你同流合污罢了。这御赐虎伏在不听令者才是叛逆。如今你大势已去，还是束手就擒吧。那衡山王刘赐与我一同起兵，看来也是我一厢情愿了。段某前不久已经告诉刘赐虎，你坐拥江山之后根本不欲信守盟约，既不打算封他为相，亦不会重用其子，而是伺机杀他，吞并其封土。你以为刘赐会怎么做呢？你名为合纵，实为离间，挑拨我兄弟。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枉我还曾救过你父亲，待你如此，你竟然如此的报答我。你休再假惺惺了，家父根本就没有什么避嫌小受的性命。当日我假意提及父亲，只为使你居心，没想到你竟然顺势拉拢，更证明你心怀不轨。我心怀不轨？那狗皇帝所作所为，那就是光明正大。你那两位好友都因官复为刘彻效忠卖命，最后落得怎样的下场？我只有官复，骂作本并不至于死罪，就因为他知道你与田汾合谋作反，才会被害而下死狱。但是下旨杀他的是刘彻，刘彻杀的还有窦婴，当初是何其以重，但是一个诬陷庶子就随意生杀，这样的皇帝值得你为他出生入死吗？天下厚颜无耻莫过于你。窦大人并非被皇上赐死，而是他一片担心，为天下万民甘以死囿，让田汾疏于防范，以便抓出你这与他谋反的逆贼，再牺牲自己。看来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啊。窦大人以一己性命免百姓于战祸，忠诚可敬，皇上早已承诺把你押回长安，正法之日就是共济忠烈之时。你以为止住了我就可以回长安邀功了？你可以买通这几个兵卒，却不能买通整个淮南，是吗？参见大人，淮南各城已降，刘建已交出兵权。时到寡助，刘赐倒戈，连你的孙儿刘建都归降大汉，我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从一开始你就对我提推恩令，就已经在谋算我了。离间我与孙儿亲信的关系，你好狠毒啊！若非你只重权威利益，不顾亲情，又岂会自陷众叛亲离的境地呢？你们跟随那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刘安起义是替天行道啊！你若俯首就擒，我也不会为难；若你执迷不悟，我便不会让你逃出此事。此乃窦大人所赠宝剑，你若反抗，我便以此手刃你这叛贼。要杀我吗？可杀了我也阻止不了刘彻的败亡。淮南重兵紧握在我儿子刘谦的手上，现在应该已经出发攻长安了。我谦儿才是秉承天命的真天子，他定会为我报仇，灭尽你们这帮狗皇帝的兵马。恐怕你的谦儿也不能助你，因为他早已身首异处。谁
你都抓不了我，也杀不了我。我前儿升天，也差天将来保护我。万全天将围绕着我，护卫着我。本神乃上天所派，下凡济世安民。 你当不知感恩，反诬陷于我。你们不配有新军护士，把他拿下！我已经得道成仙，鸡犬相闻，都可以升天。 参见陛下。臣没有失信于陛下，淮南叛乱已经平静。这些年，你辛苦了，护国除奸，是臣职分。陛下交给臣这虎符，足以证明陛下对臣的信任。臣即肝脑涂地，无以为报。 朕虽给你虎符，待你不废朕之兵卒，不用朕损兵折将，便阻止了叛乱，这是天大之功啊！臣不敢居功。无需谦让了。窦婴冠夫如今死能瞑目，正因你证实，当年就是刘安与田汾合谋作乱。 这是臣在刘安密室中寻得当日田汾与刘安相通的密函，这就是他们谋反的铁证。好，这铁证正好作为祭奠之物。若田汾未死，朕必将他五马分尸，以祭窦婴。 天分暗示诡计，你不得不因，伪造圣旨而无辜枉死。目前只有臣死，让天分以为陛下相信是臣诬告他，而疏于防范，也好让陛下乘机找出他的罪证，以便吞并不法，一举铲除天分及其合盟余党。 臣恳请陛下，愿窦婴必死之至。如今真相大白，叛逆者都已伏法，窦婴你就安息吧。 淮南已肃，位告英灵，耿耿忠心，无愧天地。 窦婴，朕今日还有一事。
要向你置酒道歉。道歉？陛下，这是所谓何事？皇后驾到！皇后金安。陛下圣安。陛下圣安。皇后金安。段大哥免礼吧。子夫终于喜见段大哥平安归来。但臣为何觉得皇后并不欢喜啊？其实你在淮南期间，朕已经找到你父亲，可是他当时已病重。朕虽派御医全力诊治，可用尽千方百计，最后还是返还法术。皇上未免段大哥在淮南心绪不宁，一生危险，故此没有立刻通知你。但是皇上已命人暂时将段大叔安葬，且臣只想知道家父离世时是否安详。段大叔在御医等人照顾下，想必是安然而逝的。孤独病重，苦候亲儿，含着怨念遗憾，又怎会安详？段大叔如果泉下有知，也不希望看到段大哥你如此悲痛，伤了身子。朕已吩咐卫青协助重慰你父亲大葬之事。为父具丧失人子之志，不必劳烦他人，请陛下恕罪。你为遏制叛乱而无法与父亲作别，朕一定会严惩乱党，让你的牺牲值得。你在淮南立下大功，朕会先赴你郎中令原职，待淮南余党及衡山王叛党全清剿后，再做封赏。平乱一事，臣不敢鞠躬，难以领受封赏，也不必官复原职。皇上，张功臣已表率天下，段大哥不需自谦而惧赏。况且，你贬职只是为了平乱，如今叛乱已定，官复原职也是理所当然啊。臣身为人子，与父失散多年期间，未能晨昏定省，临终竟也不能尽孝，心中有愧。陛下，臣妾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但说无妨。臣妾以为，段大哥确实有过，不能封赏。大汉以孝立国，推崇孝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段大哥曾居高职，却未令段大叔显名显贵。陛下如果让段大哥重居高位，恐怕只是更招其寒。段宏未能弑父，确实不孝有功，不应接受封赏。但他平定叛逆，忠君有功，朕也不能不赏。既然如此，陛下何不将功归于段大叔，为其建功德祠，陛下既能赏功，段大哥也能尽孝，让段大叔显名显贵。父亲生前，臣未能尽孝，臣只求父亲死后荣耀，望陛下成全。段中教子有方，让朕得绑臂段宏，堪配其名。下旨。此段中功德祠，让他名显天下，万世传颂。谢陛下隆恩。Thank you.
想你回来，一定会记段大叔，所以做了些乡间小食，好记为段大叔的在天之灵。蔡老母，魁祖羹，还有豆叶羹，皇后还记得我父亲常吃这些。段大叔有恩于我，我心中一直挂念，只是始终没机会报答他的恩赐，为他做一次菜。此生无缘，我又是鲁钝，父亲多番指点，我就是学不会吹嘘，后来学会了，想吹给父亲听，可已经失散了，到如今阴阳两隔。段大哥，夜已久，曲已久，月色也依旧，只是物是人非，听讯的人都已经不在。子夫未能助你们父子团聚，子夫对不起你。我要谢谢你，你亲做这薄话，让父亲盖棺上天，我感激不尽。看到这画中景象，就仿若父亲在身边，与我对奏，对我慈祥，为我上头。段大哥，你的训声，你的孝心，你的眼泪，段大叔一定看得到，也听得到。当日为了你在淮南安全，我们不能公然厚葬段大叔，但姐姐细心将段大叔葬于骊山之上，面向东南城门入口。这样，段大叔他就可以看到你的凯旋，看到百官城门相迎。子父，谢谢你。你为汉尽忠，段大叔定以你为傲。段大哥，段大叔此时为你喜，也会因你的伤心而悲。为了他，你要振作，抖擞精神。我会的。你们放心。参见陛下。你深夜前来，可有急事？廷尉监已在淮南王宫搜获全部信函文书，并送回长安，其中与刘安私通的王侯百官，臣已整理在册，请陛下批阅。好，办得好。藩王宫卿大不乏人，这伪善的刘安果然广结党羽，饶我清静，乐不大恨。还要忠臣名节受辱，忠孝难全。张汤，臣在。把这帮乱臣贼子缉拿归案，一个不漏。诺。还有事？回陛下，这名册上还有平阳公主的夫婿汝阴侯。听思和说，你近日有些微咳，需不需要严医诊治啊？君侯今日
怎么有空来关心我了？公主啊，你是我的夫人，我怎么能不紧张？我怎么能不关心呢？你整日待在府中，这没病也都快憋出病来了。要不我陪夫人出去走一走？那我们就去长安吧。夫人定是想家了。好啊，我们就去长安，夫人去哪里我就陪你去哪里。是你陪我还是我陪你啊？夫人真是耳聪目明啊。最近皇上正查办淮南乱党，你与刘安亲信，交往甚密，想到长安去表忠心，我又怎会不知道？先前是为父无知啊，我和他们，不，我跟那些叛党完全没有交情，叛乱一事我更是一无所知。夫人，千错万错，为父可都知错了，我已受心养性了，以后你不喜欢的人我全部都不理，还有什么那些琴瑟萧笛我全部都扔掉，还有那些歌姬舞妓都赶出府。是吗？你舍得吗？有贤妻如此足矣呀，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夫人可要保重身体啊。哎呀，你病了这几日为夫确实寝食难安呐。夫人，我差人准备回长安。你不是刚叫我要保重身体，咳嗽还没有痊愈，怎经得舟车劳顿？哎呀，是是是是是，万一落了病根儿，这为夫罪过可就大了。哎，夫人，先休息，先休息，待夫人痊愈，我们再启程，啊。皇后，大将军到。姐姐，快坐。姐姐在准备放灯。淮南叛乱惹起诸多风波，我是想祈求让这一切尽快平息，忠贤之人都能安好。姐姐只用桃花，看来惦记的是公主。当日你我从平阳侯府入宫前，公主正在桃树下，说她只是撒种之人。就如这棵桃树一样，我只是播下了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靠你自己了。可是如今我们都花叶茂盛，果实丰硕，撒种之人却……姐姐是想说汝阴侯被指与刘安勾结之事？朝政之事我不便过问，一相信皇上与公主姐弟情深，皇上不会怀疑公主，只是……只是夫妻相连，如果汝阴侯有罪，必定有损公主的名声。汝阴侯若无罪自是最好，即使有罪，弟弟也要尽力维护公主。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君子即末世而名不称焉，公主志气甘云，惜名重义，尤胜男子，定不能因他人之罪而让他蒙上与他为人不符的污名。姐姐放心，弟弟定尽力维护撒种之人。陛下，张汤已把长安内外封疆各郡与刘安勾结的皇族公卿们都一一逮捕查审了。张汤执法已严，无需你出兵平定，这就最好。叫你来正因为长安危机已过，可以解除严密戒备，恢复平常防卫，兵士也可按常警告轮换。臣遵命。陛下，平阳公主与汝阴侯求见。终于来了。宣。诺。
参见陛下。姐姐快起来，朕一直惦念你，一切看好吗？我很好，多谢陛下关心。陛下操劳政务，更要保重龙铁。政务虽忙，可朕却神清气爽。想到奸邪逆反之徒已消，作乱者绳之以法，只觉痛快。请陛下恕罪，臣身为皇亲，竟无察觉淮南叛党的阴谋，实在愧对陛下。朕的姐夫不只是淮南叛党的座上客，还与刘安书信往来，到底是未查阴谋，还是代为隐瞒，甚至同流合污？不，不，陛下，臣冤枉了。臣与叛党只是交际应酬，与刘安的书函只是谈论天下养生，臣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啊！臣真的是冤枉的。谁知那些天象养生当中会否暗藏密语？你与叛党交往甚密，还敢说朕冤枉你？不敢，臣不敢。公主知道臣是清白的，臣与他们只是饮酒赏花，做了应酬，从未议事论政啊。夫人，你说句话呀！臣对陛下的一片担心，公主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陛下，他的心我不知道。陛下，我只是知道，他经常穿梭淮南汝阴，与刘安亲信吃喝玩乐，其间有否筹谋作乱，我不知道。反正我有我诗集书句，他有他烈焰风铃，我耳畔仿佛回想着他当日的一番话。如果见到俏丽佳人在他的马车上，又或者在床榻上，劝我都不必惊讶，因为他与我各不相干。好一个夏侯宝！当初在长安，你不顾公主，独自去狩猎，朕召你入宫训话，你都忘在脑后？臣没有忘啊！当初朕说，若敢辜负公主，你会如何？会如何？小绝，处死。原来当日求我回汝阴，那些真挚感人的话，都是为了保你性命。可你明知故犯，看来你眼里也没有朕。不，否则怎敢如此对待公主？怎敢与刘安狼狈为奸？陛下饶命！来人！陛下饶命！来！陛下饶命！把夏侯珀拉下处斩！陛下饶命啊！我，夫人，救我呀！夫人，夫人。说几句好话啊！你替夫君说几句好话。我是冤枉的，是真的。为父以后一定对你好，伺候你一辈子。为报性命，连尊严骨气都不顾，你枉为男子，枉生于世。公主，慢着！请陛下收回成命。汝阴侯不能杀。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等一个结果。飞过沙漠，爱得太执着，人间的风光都看过，才领悟曾错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你守卫在我心里，还彻底包围我的天地。你守卫在我梦里，不让黑夜留下一片痕迹。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比春雪的清我的回忆。